彩色标签及应急贴超便利，企业爱用的商用标签机四大选购指南。您还在使用空白手写标签贴纸吗？标签贴纸的便利性众所皆知，它可以帮助您在居家办公环境中快速区分不同文件物品，提升效率跟便利性。不过制作标签贴纸您有更聪明的方式，标签机提供消费者透过手机或电脑输出即印即贴，除了基本的标示用途外，标签机可以带给您更多可能性。标签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，不管是室内室外居家办公都可能使用到标签机。以下将告诉您商用标签机最常应用在哪些产业及用途。一、零售业网购卖家。零售业需要在商品上标示品名、价格等资讯，品牌也可以设计专属贴纸贴在商品上，使用标签机可随时作业，节省时间。且因应疫情影响，越来越多人转战电商，商品出货时必备的商品条码、超商出货单就可以利用标签机印制，效率高且贴纸文字清晰，不易污损，让出货流程更顺畅。二、运输业。运输业每天运送大量的货物，各种货物需要贴上不同的运输标签或指示性标签，帮助运输人员进行作业。及时耐用的标签机可以在不影响作业效率的状况下提供最好的协助。三、化学产业。市面上高阶的商用彩色标签机色彩鲜艳，可印尺寸大，且某些设备提供防化学药剂的纸材，适合在药剂上贴上标示贴纸，避免误用化学材料发生危险，可自动裁切支援无人化作业，节省人力资源。商用标签机的应用广泛，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，接下来将告诉您如何挑选适合的商用标签机。一、是否为彩色印刷。市面上的标签机多为黑白印刷，黑白印刷在应用上就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无法透过色彩设计做不同变化，而彩色印刷则可针对品牌做出设计贴纸，具警示作用的色彩标签，消费者在选购前需了解标签机主要用途，来决定是否要购入彩色标签机。二、支援的纸材与尺寸。某些商用标签机可支援多种纸材，不管是透明、雾面或亮面纸材都能一应俱全，适合商家弹性运用不同纸材做设计。一般商用的机种可支援到18公里以上的标签带， Epson TMC3510 喷墨式彩色标签机则可支援到56公里的纸宽，不管是出货贴纸、警示标签等都能轻松印制。三、是否内建自动裁刀。内建自动裁刀的标签机可为您省去手动裁切的麻烦，支援无人化作业。透过自动裁刀功能，您可以一键列印连续标签，不需手动撕取，为您节省人力。四、设备维护是否便利。墨水匣与纸材补充设计是否便利，人性化影响到使用的效率。 Epson TMC3510 喷墨式彩色标签机采前方投入式静止设计，可减少更换时间并避免列印卡纸，提高列印品质与速度。四、色分离墨水匣与设备前方按压弹出设计，省时省力，高效率的耗材更换方式受到许多消费者的欢迎。本篇文章介绍彩色标签机有哪些用途，以及该如何挑选适合的标签机。彩色标签印表机推荐一生，拥有多种数位印刷设备，丰富销售经验，好安心。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，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